你有来过布拉格吗？来过一次，但是没有来过这里。OK， 因为这里呢，我听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温泉的小镇。这个哇，好烫！对，这个有60多。听说这边的人就是喝到很多这种的温泉水，然后会长命百岁，非常健康，真的。或者是女生肯定会觉得对皮肤特别好。峰哥，我们站在这儿是不是张开嘴就可以直接喝了？对。太笨了吧这个。所以我们先去买一个杯子。